跟新朋友见面的日子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会认识四个新的朋友。这四个朋友呢，有的多才多艺，有的温暖治愈，还有的声音非常的高亢，还有很风格多元的实力唱将。好，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张得大大的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四个新朋友有谁呢？哇，余文文、艾薇、蔡明佑、娜姐，她是我的高中隔壁班同学。哦，真的、啊？我常利用她帮我伴奏。因为他钢琴弹得非常好哦，然后你们就一直在一块在一块相处吗？有在一起吗？啊，没有在一起哦，有在一起写歌。我们其实一起有在创作哦。那飞哥呢？大家知道吗？好像是中国好声音的。对，艾薇，艾薇我也知道。艾薇她唱歌非常棒，我看过她的一个视频。好，看来大家好像都有一点点熟，有一点点不熟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把他们都请出来好了。让我们来有请我们的新朋友们，把你们门打开，快点，我们要下班。Hi, welcome. Hi, 蔡明佑。蔡明佑。啊。欢迎来到我们的宝岛之夜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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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飞哥，来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哎，你不帮我，你死都会如飞哥哎，笨哎，怎么会？谢谢，来谢谢你。来了，来这边请、不好意思，对，好瘦啊，真的好瘦啊，请坐。各位老师好。有点像面试，对呀、啊，是招聘吗？